农民朋友们，谢谢您使用中华四十铃插秧机，请仔细阅读好说明书。说明书结合使用，熟能生巧，很快您就会使得得心应手。首先，将插秧机放在箱子上，使秧爪落在空处。将调节压力的弹簧取下来，将放压架上的两个鱼尾螺母旋开约一指宽，放压架竖着挽进去，使调节螺杆插在缺片的缺里，使两个鱼尾螺母分别在缺片的内边和外边，使放压架下面的横角铁靠在机架的斜秤上，放压架上的两个孔对准机上的两个螺母，然后旋入螺杆拧紧。将下面的两个鱼尾螺母拧紧，装上调压弹簧，不要拉得太紧，能上好鱼尾螺母就行，这是起压秧作用的。两边装好方压板，波浪边朝外，用螺丝拧紧固定。装上挡根板，使中间槽子的宽度约是两个手指平起来的宽度，然后上好螺杆和鱼尾螺母。将顶链旋退，将操作杆插进到达底部，然后上好链条。上链条之前，将秧爪装到最上位置，同时将操作杆的摇把竖直垂下，和两者保持上述位置时，挂好链条。链条的两端套在两个链轮上，两个链轮要对正，故操作杆不要歪斜。拉直链条，旋紧链领。
按这样的方法上链条，田间转弯时只要将手摇达到向下垂的位置，秧爪就不会在泥里造成转弯、换泥、拖拉困难等现象。深浅调节，出厂的插秧机已经调到最浅位置，根据不同的要求可以插深或者插浅。调节座上有四个孔，最深时穿上孔，最浅时穿下孔。作业时只要不浮兜，不要插得太深，浅插有利禾苗生长。挡根板的作用是保持分秧针能从叶鞘终端的光滑处取秧，根据秧苗长短和秧根的多少，应相应调节，使分秧针钻入叶鞘处的位置距秧苗的根叶分界点约为30至40毫米，浅秧苗约为30毫米，深秧苗约为40毫米，故秧苗力求拔得齐、放齐、放平整。调节，这根弹簧是调节压秧松紧的，如果秧苗的根不太缠结，弹簧不必拉得太紧，如果秧苗根结力强或者已经分叉，就应将弹簧拉紧些，总之以不拖挂秧苗为宜。秧量的调节，这两个鱼尾螺母是调节取秧量的，若要取秧少，使放秧板的下端向前移，若要取秧多，则使放秧板的下端向后移，都以旋动两个鱼尾螺母来实现，先调多看看，再调少看看。包根入泥不会勾秧的原理，本插秧机分秧和插秧动作完全按照手插秧的原理设计的，当秧苗从叶鞘部位被分开后，由秧爪插住，从叶鞘滑到根部，在半秧片的扶持作用下，包根将秧苗插入泥里。这里连续插几兜窝看看，完全没有烟斗鹅现象，与手工插秧完全相同。
中华四十铃插秧机是由湖南长沙农机研究工作者曹步贤历经四十年研究成功的喜根苗插秧机，已获得六项国家专利，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很实用的插秧机。其以滚动分秧、滚动接秧和垂直插秧的独特方式，巧妙地模仿人工手插秧的动作，解决了以往插秧机普遍存在的分秧能力不强、均匀度不高、伤秧严重的三大困难。喷水作业不浮兜。本插秧机秧爪入泥时插孔很小，是斜向插入泥里，秧苗与泥的接触面容易与泥靠拢，故即使深水插秧，只要稍微慢一点行走，浮兜现象极少。